其实，下午台南市立总图书馆及市立美术馆设置规划及工程进度文化局专案报告，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5月13日星期五，联席审查议案，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东支数额表。5月14日、5月15日例假，瓜湖停会。5月16日星期一、5月17日星期二，联席审查议案，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5月18日星期三第15次会，5月19日星期四第16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5月20日星期五，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5月21日、5月22日例假，瓜湖停会。5月23日星期第17次会，至5月27日星期五第21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5月28日、5月19日例假，瓜湖停会。5月30日星期一第22次会，至6月1日星期三第24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2日星期四第25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二审议各项提案，三报告事项，四其他事项。6月3日星期五第26次会，6月4日星期六第27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5日例假，瓜湖停会。6月6日星期第28次会，至6月8日星期三第30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9日至6月12日例假，瓜湖停会。6月13日星期第31次会，至6月17日星期五第35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18日、6月19日例假，瓜湖停会。6月10日星期第36次会，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11日星期二至6月24日星期五，一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二收集议案资料。6月25日、6月27日、6月26日例假，瓜湖停会。6月27日星期一，会审收集议案资料。6月28日星期二第37次会，一三读议案第23读会，二讨论提案，三报告事项。6月19日星期三第38次会，一三读议案第23读会，二讨论提案，三报告事项，是临时动议，无必会。备注：一、本次大会期间，自105年4月21日至6月29日，共计70日，除4月21日、6月2日下午、6月28日至29日之议程，需经过半数议员出席；联席审查5月13日至17日之议程，需经半数以上议员出席；其余会议日期之议程，经3人以上签到，即可由会议主席宣布开会。二、105年6月4日调整为会议日期系补6月10日，调整端午节弹性放假。三、各委会审查议案部分由各委会制定开会时间。四、开会会场：一、议事厅大会总咨询、业务咨询、各委会联席审查议案；二、各委会审查议案地点由委员会以简讯通知各议员，并于本会网站公告；五、议员提案请于各委员会审查议案5日前，尽向各委员会提出，以利汇编审查，请再翻回审定结果报告第一页。审定结果二：市府提案共计24案，民政2案，财经1案，教育12案，建设6案，法规3案，除法规试题1号案暂予保留外，其余全部提请大会审议。三、附带决议：法规试题1号案暂予保留，如议员同仁对本案没有争议，再决定提送本次大会审议。二、列入议程之提案，请参阅书面资料。以上报告。报告大会，议事组已将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包括议事日程，都报告得非常清楚。本次定期大会会期共70日，对于本案，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本次定期大会，市府提案共计24案，民政2案，财经1案，教育12案，
建设六案，法规四法规三读案三案，其中法规一案经程序委员会讨论啊，本来保留，那经过议员啊党团协商没有异议啊，我们将本案也并送大会来讨论。啊，除了法规三案稍后进行议读会外，其他议案都交付各委员会审查。请问在场各位同仁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我们通过。有关第六次临时会会务一号案修正台南市议会录影录音管理规则草案，经大会决议退回法规委员会，啊，召集全体议员重新讨论，也列入本次定期大会啊议程，啊，继续由法规委员会审查。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我们通过。接着进行三读议案第一读会，本次三读议案共有法规啊案有三件，现在请我们议事组啊这个宣读。法规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人事处，案由人事处拟具《台南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请审议。好，报告大会，本案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同啊？啊，蔡委员。当然，议员尊重议长的决议了哈，将这个议案列入大会讨论。可是我们还是要财政处再次的说明，他的人员如何来配置，是不是教育者山顶接案，跟他接案了，不是案头到尾，一贯化的服务，接案接起来，搁三顿来中处服务。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党团曾经有人反对，跟咱讲就是讲演一个戏，啊，我跟咱玉界山区接案，那比如山区接咧，了底下三个查登来中主服务，那这样我们认为这个组织合并就失掉它的意义。第二，一定是要配置，安怎配置？我嘛拜托咱财政税务局，而后边那配置的资料，予议员知一下，啊，无干那讲咩？简政便民到底要到什么程度？不是用讲的嘛吼。第三，这个案真明确确定就是，我应该第一摆我的选区的市民讲起来，跟阮地方的利益是违背。可是为了台南市的利益，为了百姓福利，国民党团无反对。可是很明确确定，已经阮台南县政府原始的民治行政中心已经被市集化，这点我要代表我的选举的利益，地区的居民表示我个人反对意思，党团当然无反对，可是我嘛要拜托咱市政府，每当定定合并了，慢慢加，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这点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我伫遮嘛拜托主席来裁示财政处，爱加如何配置这个表，爱上我以为当人了解。不是跟你用讲的，到底人员要配置，山顶要配置几个，爱还债啊！哦，这点我表示个人的意见。好，那个蔡玉辉议员，哦，那个郭光议员，请。主席，你刚刚在宣读的过程当中，宣读那个程序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法规委员会，有关于本会的视听条例的部分呐，哈。那因为上次的我们的临时大会的时候通过的时候是退回委员会，然后邀请所有的这个议员一并讨论。我想确认一下，会议询问一下，刚刚这个部分有没有被确认说会同时邀请所有的议员参与？刚本席已经先读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错嘛，哈。好，谢谢。啊，各位同仁还没有意见，我想蔡岳议员对于我们程序委员会啊讨论。啊，台南市政府组织条例啊，组织条例啊，特别有关财税合并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过跟议员同仁的协商，那部分议员的确有一点意见，但是最后啊，经过这个无党籍党团、国民党团呢，他们最后也同意本席的意见呐、啊，
也纳入这个大会来讨论。至于蔡委员刚刚所要求的，希望把人员这个配置表啊，能够先提给各位同仁来参考。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财税单位啊，这个在三天内，你们既然已经通过了，三天内就把相关人事配置表交付我们所有的同仁手上，那以备大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啊，当他们问政的参考，好不好？好，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我们就完成一读哈。接着第二案，法规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案由台南市加水站管理卫生管理自治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报大会。这个议案，请问大会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完成一读。法规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案由台南市浅海牡蛎养殖管理自治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报大会，关于法规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请问大会对这个法规案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我们就通过，完成一读。我们以上三案三个议案我们完成一读就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接着呢，我们就请台南市政府我们赖市长来做市政总报告。这个赖市长。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先进，大家好。今天贵会第三届、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开议，请得率市府团队前来进行市政报告。去年台南市登革热疫情严峻，在市府与中央合作及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下，提早一个半月让病例数下降。见往之来，今年是盛阴后一年，气候状况仍然难以预估，因此市府提前至元月起启动今年的防疫准备工作，务期透过严密监控，让疫情可以在最初期即有效控制，杜绝流行。为提升防治能力，市府昨天20日在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所在地成立合署办公的台南市登革热防治中心专责机构正式开始运作。行政院也接受清德的建议，成立国家级的病媒蚊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将于本周五22日由行政院张善政院长亲自前来主持揭牌启用。这是防治登革热及支卡病毒中央与地方再次合作无间的典范。3月21日，贵会临时会提出2006地震灾情专案报告后，清德亲率曾副市长、秘书长及相关局处所长与围观大楼住户代表座谈2次，并与100多位所有权人于4月10日见面，讨论未来重建之相关事宜。另外，也与归仁幸福大楼住户、东区大治理生产市场住户、中西区文和街住户及新市区土壤异化住户举行座谈。除永康围观大楼因人数众多尚未整合外，其余集合住宅均已达成后续重建或修复之共识，将在最短期间内展开后续的相关工作。县市合并以来，我们已经成功打出的活动品牌包括跨年三部曲、2016月经港灯节、2016盐水风炮、台南百花祭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主席、行政院张院长亲自出席开会开幕式的2016台湾国际蓝展，今年的参观人数更超过去年，
为赈灾后台南再起带来令人兴奋的成果，成功吸引观光客回流。而为期两个半月的2016台南艺术节也将在3月27日热闹登场，共有52个国内外表演团体、117场次的精湛演出，不但丰富艺术量能，也带动观光的效益。台南大阪定期航班去年10月28日的起航，拓展台南国际旅游市场再升级。今年6月份，台南更将与越南直航。安平港的再起，在市府争取成为自由贸易港后，最近也带来好的消息。上河圣轮已经于3月30日开航，每周2次自安平开往金门，再到厦门。丰泽圆轮则预计在4月26日起航，每周二由高雄开往安平，后到中国大陆泉州，海陆空齐头并进，将为台南带来更多的商机跟观光效益。以下仅就本府近半年来的施政成果摘要跟各议会报告。一、打造优质投资环境，繁荣经济，创造就业。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底，本市整体招商件数共125件，总投资金额达新台币94亿元，合计带动2815个就业机会。公司登记新增335家，商业登记新增289家，并和全球最大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共同合作，于去年11月24日启用台南旅宿网，让台南的旅游更加的便利。为一扫登革热阴霾，市府与经济部合作推出山坡振兴台南观光方案，结合民间力量，让台南观光快速复苏，重现荣景。2015年，台南过生活，台南吃头路。第四部分就业博览会，邀集63家厂商，提供3101个工作职缺，初步媒合率68.81%。去年11月至今，今年2月，共办理了98场次中小型与单一征才活动。初步媒合率64.38%，就业服务台求职推介就业成功人数有1538人。第二，启动多元文化建设，提升文化首都的高度。市立美术馆已经兴建中，总图书馆也已经进入细部计划。5大文化园区已完成交八年及大木匠文化园区。过去半年，我们也为了郭伯川、王金和、吴新荣、韩石泉等名人故居纪念牌举办挂牌仪式，重现台南历史的记忆，让城市文化向下扎根。台南市文风鼎盛，台南市政府并以联合国创意城市世界文学之都为努力目标，除了每年举办台南文学奖，鼓励创作，并于去年11月25日启用南宁文学家，提供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家贴近台南，书写台南，更首度策划2015年台南文学季系列文学活动，共吸引15000人次参与。此外，第四季迈入第四年的2016台南儿童文学月，3月28日上午在中义国小武德殿热闹登场，以阅读 Power On 为主轴，规划13项以儿童为主体的活动，作为文学向下扎根的推进力。在城市阅读环境改善方面，在完成256校图书室优质化后，接续编列1亿2000万元，执行区图书馆阅读环境优质化计划。共规划优质化23所区图书馆，已经有10所进入施工阶段。新建台南市立图书馆南区第二分馆，命名为台南市盐城图书馆，去年12月19日正式开幕启用。在图书充足与阅读推广上，半年来新增公共图书82414册。全市借阅册数超过230万册，
已经逐渐实现书香城市的愿景。三、完成交通建设网，建构永续低能阳光绿能，建立台南三纵三能便捷交通网，是县市合并后重大交通建设目标。感谢中央的支持，三横的国道86、国道8号以及国道84已经顺利通车，三纵包括国道1号及3号外，台西滨61线正客施征当中，也接近完工，经费都已经到位，可以打造台南成为更顺畅通行的城市。县市合并以来，捷运化公共运输系统的建立，拉近大台南各区域的距离。去年已经有1802万人次搭乘，较2014年增加8.8%，较合并前最后一年，每年搭乘人次746万人次，增加了一倍多。让同时，我们也淘汰了26辆低地板的，我们也汰换26辆低地板公车，让平均车龄降到5.42岁，并推动辖内台铁车站站前转乘环境优质化工作。其中新营站已经于去年10月完工，新市站及后壁站则分别于今年4月23日及3月29日举行动土典礼。追求低碳绿能城市是后代子孙的承诺。本市连续4年蝉联低碳生活执行绩效评比全国特优奖的殊荣。去年11月至今，今年3月20日，阳光电城的计划共取得太阳光电同意备案226件，装置容量高达17200千瓦。另外呢，我们也汰换了2行程机车及推广电动汽车的工作，共核发8717件，对整个绿能城市的建制有莫大的帮助。四、市民如亲，温馨关怀，打造安全幸福的家园。照顾关怀据点共服务721395人次，22家社区关怀据点、社区照顾中心共服务的24954人次，24个儿少社区照顾据点共服务的132153人次。另外，我们也核准了，这半年来也核准了65岁以上长者免费装置假牙2392案，65岁以上长者肺炎链球菌疫苗多糖体疫苗的接种2701次，行动医院及偏远地区医疗服务，我们甚至举办了104场次。市府用温馨关怀的同理心照顾每一位资深市民，使其感受到公部门的用心。过去5年来，在内政部警政署每一季的6都治安满意度调查中，本市无论在治安满意度或服务满意度，都居6都之首。其中最近一季的服务满意度更高达93%。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本市刑案破获率为83.19%，较去年同期提升2.88个百分比。啊，特别感谢警察局所有同仁的努力。在把关市民食的安全上，在议会支持下制定了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并于今年1月29日公布施行，健全本市食品安全管理机制，明确本府权责划分，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应遵守之相关规定，同时明定成立食品安全联合稽查小组，以确保食品安全。第五，落实卓越教学，激发潜能厚植竞争力，用教育为孩子装上飞向梦想的翅膀，是清德的教育理念。因此落实12年国教多元入学的精神，坚持常态编班教学正常化，推动艺术、技艺、科学教育以及体适能提升计划，让孩子适性学习、多元发展，并落实美学教育向下扎根，推动英语成为本市第二官方语言，打开及培养孩子的
英语耳朵自去年10月27日实施全英语教学计划，落实国中小英语课每周一节全英语教学，以加强学生的听说能力，同时鼓励对英语有兴趣的科任老师向学生示范如何使用英语，让英语成为学生的生活工具，更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培养国际的视野，厚实未来的竞争力。六、打造景观美学，建构清水绿廊宜居城市。今年3月20日正式启动大冈崖进行中国城拆除作业，拆除后接续进行的是海岸路整体规划的府城轴带景观工程，将塑造府城新地标。未来我们将可以从中正路直通台南运河，重现观潮汐看夕阳的全新地标。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提供市民宜居的生活环境，所以积极种树保护老树。过去4-5年来已栽种10万多棵的树，盘点37个行政区不同的路树种类，让路树形塑不同的街道风景，并营造清水绿廊。全长45公里的山海郡绿道已经完成33公里，今年年底预计都可以完工，并正式启用横跨嘉南大郡的自行车桥。我们期待市府团队的努力，可以让台南成为美丽的宜居城市，在座城市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欣赏。青年勤政再展地方治理契机，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本府各项施政绩效评获上级考核及国内外奖项肯定，共获得256项奖项，其中第一名、居优、特优等奖项高达180项。在公务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第四度蝉联 TTQS 企业机构金牌奖，并以打造地方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高绩效工作系统，台湾台南政府经验，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培训总会2015年全球人力资源发展奖，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员工协助方案评鉴，本府荣获特优奖。在创新为民服务方面，安定图书馆打造便利就业环境，荣获2015年全国图书馆评鉴之绩优奖、年度馆、创新服务特色奖、特色馆三大奖项。本市社区关怀据点荣获第一届经典奖、卓越县市奖。2015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获优等奖，劳工职业训练获得第一届国家人才发展奖，并创全国纪录，连续5年获得 TTQS 金牌奖。2015年年度身心障碍者就业促进业务评鉴获优等奖及业务创新特别奖。本府消防局救护服务加值创新获选为2015年全国地方治理标杆优选案例。在闲置空间再利用方面，海岸路地下停车场据 ROT 案荣获第13届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金箔奖后，再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活化闲置公共设施绩优设施管理机关评比优等奖。林百货荣获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在灾害防救方面，2015年度公共设施管线资料库管理供应系统考核实施计划荣获全国优等奖。2015年全民防卫动员暨灾害防救演习兵棋推演荣获特优全国第一名。2015年度全民防卫动员暨灾害防救演习综合实施荣获优等奖。军民联合防空军演荣获优等奖。2015年度3合1汇报第一、二次定期会议执行绩效考评荣获绩优全国第一名。2015年灾害防救深耕第二期计划期末评鉴荣获全国特优单位，为6都中唯一连续5年蝉联特优绩效之直辖市。经济部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灾社区评鉴，本市共有7个社区获得优等以上的成绩，也是全国第一名。
在环保卫生方面，巴克里纪念公园第二期工程荣获世界卓越建设奖环境类首奖。第七届台湾健康城市暨高龄友善城市本市共获得15件创新成果奖，荣获全国第一。智慧节电计划荣获民众参与创意奖、产业永续创意奖及县市创意铜奖三大奖项。2015年度直辖市及县市环保机关推动低碳生活实践以调试绩效评比，荣获特优奖，全国第一名。环保署地方政府环境清洁维护考核本市获特优奖，盐水区田寮里、北门里则获得区级及里级优等奖。各县市资源回收工作绩效考核本市获得金质奖。2015年蝉联营造友善城市环境拔尖级计划推动单位，为全国唯一连续2年获此殊荣者。还有2015年区道路管理暨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荣获人行环境与道路养护管理双项优等奖。2015年农地利用及业务及管理业务评鉴获得特优奖。2015年度教育部教学卓越奖，本市荣获2金4银。两家做全国第一。2015年地方政府管理辅导旅宿业绩效评比，本府荣获优等奖。十大自行车经典路线甄选计划荣获四季景观特别奖。去年登革热疫情在严重的控制下、监控下已获得控制，市府为加强防疫工作，今年特别提前启动区里互动座谈会，以登革热防治为会议主席，至4月20日止已经办理11场次。今年我们以“怕病为家己”作为防治登革热的宣传主轴，怕死打死蚊子，哈，把蚊子泡死。拼病就是病滋生源，哈，会生蚊子会孵卵，会生蚊子囝的迄个底清气、底清气水的容器，弄到病清气。为家己就是爱保护家己，穿浅色的长袖啊、长裤哦，而且要喷防蚊液，避免自己被蚊子叮咬，也避免传给别人，保护自己。台湾即将进入新政府的时代，清德亦将带领市府团队，在既有的基础上坚守岗位，持续努力不懈，并与中央政府充分合作，为市民谋求最大的福祉。我们相信，在大家的携手努力下，台南一定会一年比一年更进步、更美好，并从古文化逐渐蜕变，迈向智慧新文明。清德与市府团队会用施政时机来展现地方治理的新契机。最后，敬请各位议员先进不吝指教，也敬祝各位议员先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啊，报大会，啊，赖市长已经啊，这个施政总报告完成了，啊，我们接的就是啊，接受我们所有议员的询问。那因为今天的议程呢，我们希望在12点半之前呢，啊，这个结束，所以我们这个依据时间的估计啊，我们就给每位同仁5分钟。那请这个等一下直出暗灯哦，暗灯发言，好吧？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就允许重复发言；否则，我们尽量时间控制在12点半之前。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报告事项。啊，好，我们接着就一位请蔡依菲发言，请。我想按市长施政总报告。可以看出市长的民调是可以到明年前嘛，可是我想变成关心的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市长这些施政就有很多种不欢喜，可是我们以我们台北，我跟我们跟各位同仁报告，以1004年12月30日杂志，我们台北的 人口大约508,300,001人，全部台南市人口107万，
3794个，简单讲，台北17乡镇，人口占整个台南市的27%。咱按咱的市政总报告内底，就讲私立美术馆、亚洲棒球中心、咱的国际会议厅、私立图书馆，也是作者从化区内底会当看出，今年已经是咱第六冬，疫情变了，台北的人看未到未来。不管安怎建设重大建设，在咱财政考量之下，阮无分到一点点，阮感觉阮会当引以为傲的重大建设。这点，所以台北的人口愈来愈少，愈来愈边缘化，是阮台北的人一直像赵坤连一讲，阮希望会当恢复较早原始的台南县。咱财政处长一直讲，永康炮校迁了，咱高分寮土地卖了，足济可能咱两栋收入200亿。村两栋市长你领导的台南市吼，依照法令规范，上会向做8栋。阮希望明年会当看到对阮台北17区，不一定伫新营区啦吼。卡到我咧讲财政处。作者已经台北去用边缘化去，我们希望有什么重大建设可以落在我们西北17个区内底，会当缩短城乡差距，还你一区的十万台北的人有什么就业机会，会当提高我的所得。可是，一直伫灾劣亿万的经济下，我一直拢失望。甚至要进入一个土地小小巷道，在六栋内底，阮看袂出来。除了咱美术园区讲有需要征收拍合同一地，我们希望代表台北的利益，代表阮区域的居民，我们希望未来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财务改善的政策下，会当对阮台北17区会当。投入引以为傲的重大建设，每天来这里讲，希望一个会当多个活动中心。到目前为止，嘛无消息啦。我台北人的悲哀啊，我心内袂紧张，边边做议员，边边建设财力，伫阮17区内底，分嘛爱照分27%，可是算算咧，我看10%嘛无啦吼。所以我们是要建议市长未来两年施政，今年马上要变医生啊！我们希望会当跨铁河湾，会当登对乡亲交代的重大建设，你代表建议观念。像我们建议讲，林里长主持活动，林里长嘛拢足多谢咱民政局长、交市长，会当按2000块调3000块，会当出去佚佗，干嘛回来？三乡进去佚佗，三区佚佗，等下大家个笑头笑面。可是全国讲起来，咱嘛是个无足济啊！哦，刚刚讲就是安尼。阮希望剩两冬阿拜六市长、阿拜六这局处长，对阮台北爱小我剃头叫龙门，还有一个重大建设，我的主题以后袂当临时背景，会当加阮老爸加阮囝，大家做个生活。这个不是县府一届城市，不是人愈来愈少，拢流失阮遐人无，啊无什么建设。那我们民意代表，大家咧支持咱重大建设，那我们原因在哪里？这点我想，那市长你是明日之星，你有权利，毛义务甲阮城乡差距缩短啊，行政权上大嘛。在你手头，我拜托市长，未来两冬，下冬好好甲阮台北规划一下。这是阮台北人的心声，谢谢。好，我们接着请王家珍议员。赖市长，我跟您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看到您这边写了一张，就是给本会一张市政府局处首长异动名单。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这个异动名单是4月14号出来的，但是在4月14号之前，贵府的陈美玲秘书长应该早就高升确定。那包括我听到是
我们这边还出了一位内政部次长，是不是请市长就这么重大的人事让本会知道一下目前贵府这个人事的异动，对本会来讲应该不会造成很大的波澜，但是陈美玲秘书长或者是陈忠彦处长要离开本府到中央去任职，对赖市长来讲，如果照本期的讲法应该是顿失左右手，可是赖市长应该是胸有成竹，有一个接班人很好的安排，才会让陈美玲秘书长包括陈忠彦处长他们离开台南市，是不是请市长就人事的重大异动跟本会报告一下。那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要离开本府的这些赖市长的重要左右手，台南市议会总共有56席民意代表，请不要大小眼，请不要拜会的时候只拜会某些特定的人士，离席的时候只跟某些特定的有你们的人士还是不有你们的人士做你们的所谓的一定礼貌的一个互动。那麻烦市长是不是跟本会说明一下陈美玲秘书长离职是什么时候会离职，包括陈忠彦处长高升他们会什么时候离开台南市政府。那我们总质询的时候从5月15号吧，总质询开始的时候这两位大将还会不会列席接受质询，那这个中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衔接。市长麻烦您报告一下。请赖市长说明一下。是跟王议员说明哈，目前的人事异动情况就是一如送给贵会的名单异动表，就是原先的新闻处处长跟原先的秘书处许处长互调工作。那至于陈美玲秘书长到行政院接任行政院秘书长工作是520正式开始。那至于民政局陈忠彦局长，我尚未被告知，那我也有问过陈忠彦局长，他也尚未接受过征询过，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子。但是市长如果照您刚刚的说明我们的秘书长是确定要离职了吗？因为林权院长已经公布了。是，好，林权这个准院长，准行政院院长林权院长已经公布了。可是我们对台南市来讲，我们认为陈美玲秘书长应该算是已经跟台南市要做暂时的告别了。那这个怎么衔接人事如何，也就是说521之后台南市秘书长会突然冒出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事吗？还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呢？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一阵子陈美玲秘书长坐在这边被询也罢怎么样也罢，他不是应该赶快去熟悉他的新业务吗？那我觉得对台南市来讲的话不是很公平。那包括陈忠彦局长他也要离职，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消息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结果市长您不清楚，您自己不清楚，变成大家都觉得陈忠彦已经要离职了，是不是两位当事人跟本会报告一下，包括这一阵子他们坐在这些备询，我们很怀疑这备询的效力何在，他们承诺了什么以后有没有用，也就是说也许我质询的时候陈秘书长仍然是在位，可是我质询过之后呢，这个有没有一个适当的衔接？我觉得这对整个府内相关业务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请当事人回应一下，市长，还是您要继续回应？简单的讲，因为政府是延续性的啦，有各位议员的指教，政府从来没有延续性，国民党政府交到民党政府就没有延续。来，市长请说。各位议员的这个指教，不会因为我们局处我们市府里面有人员异动而有改变了，因为研考会都会列管。那至于你问的他们两位当事人的事情，看看是好，延长一分钟，见你大概4-5次吧，哈。来，秘书长能不能跟我们回应一下您对台南市的临别的有什么什么，还是您未来怎么样，能不能让我们都关心你一点，今天让您成为媒体的焦点。来，秘书长。不敢，谢谢议员哈。我来台南5年多，我在此
非常的感谢市议会所有的议员过去这五年多来对我的指导跟对我的指教，那我也觉得这五年来是我一个人生里面很美好的一个回忆。那其实虽然我到中央服务，其实我还是在台湾，台南还是在台湾，我并没有离开台南，所以我想台南未来还是我在工作上会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各位议员一本初衷还是一样的给我的继续的指导跟指教。秘书长，台南算是成就你越来越步步高升的关键所在，当然是在赖市长的领导之下，能不能给台南乡亲一个承诺，以后跟我们本市台南市30秒内结束相关的重大提案，请是贵院吧，行政院嘛，对不对？贵院要给予我们台南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照顾，给赖市长的执政团队更多的帮赞。我想这一点应该您会很乐意给我们这个承诺，是不是愿意给我们这个承诺？我想这是当然的，尤其我因为五年多来在台南，我了解台南，所以我一定可以替台南发声，谢谢。好，那我们台南因为有秘书长的高升，台南应该得到中央更多的资源。好，谢谢，请张思贤议员。多谢之前哈，迄、那个老市长，我以前搞一个啦哈，你这个之前总报告啦哈，内底写的哈，拢是得奖的啦哈，拢咧讲你做的这个所有的做的工课有得奖的这个广告啦哈，你也无写着讲将来，我看迄个内容哦。真歹，你讲看见未来，我也无看见未来啦。我看哦，也无看到啥咧，那是看到鬼咧。哦，你将来你台南市的愿景是安怎？你也拢无讲出来。我请问一下啦，我是看报纸刊的啦，还是迄讲你讲总统府吼要来刷来台南市，敢有这代志？这是我按立法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我改我吼也相信吼改赞成啦吼。是。但是我讲啊吼，唔是敢讲安尼讲啊。咱一个都市要发展啦吼，你唔通甲讲，你是讲你个总统府是要来先刷来台南吗？啊，你像一个市政中心哦，本来乡市政中心、乡议会中心，一个议会也无咧用，啊，一个市政哦，咱讲哦，遐局势哦，刷到要了啦，去吼，安尼样样啦，比吼迄个选区啊，佫较无人个啦。啊，实在讲真哦，你对我客房哦，市长啊，真无公道啦，客房人口外流哦，佫十栋啦。我讲你啊，床脚哦，我看哦变闹空城啦。我希望讲哦，你第一位吼，诶，这个市长啦吼，一个市政中心嘛吼，唔是讲加一定在即个疏散地区啦，你爱另外搁创造一个吼，诶，城市哦，哦，平衡哦，台南市发展起来，安那做讲你也做熬人啦。哦，但是你拢总无做啦，含一个市政中心，当要刷你都唔知，啊，拢无一个计划。你唔著爱讲哦，市政中心当时要来扫地，啊，剩两栋外尔，你咪大声讲出来，啊，我愿意著为台南市来做代志，啊，无你脚先背盘盘，扫要扫一堆。张委员，我几点甲你说明啦吼？这次的施政报告里面标题就是施政的愿景啊。啊，第二个呢，我会当通过予议会知影，即几年来台南市政府的经费用伫个溪北个绝对无比溪南较少。因为溪北的问题，我讲啦，饮水，好，你讲我讲你啊，基础建设的问题，好啦，我时间无，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在上面。好啦，市长，这所谓的建设，也是讲做地方的发展，不是用金子来衡量的啦。你敢知啊？就讲哦，你实在真正有影去投资入去，像阮白河东山后边迄溪北新娘啊，人口外流这严重，迄砖头哦，我讲，我算少年的啦，那是阮遐砖头算少年的啦，人口外流啦。到十栋哦，我看哦，找无几个人住咧床脚啦。你唔着讲哦，创造讲迄个就业的机会哦。你咧即个市政府中心点哦，你也刷较中诶。啊，另外咧创造一个讲即个溪北哦，有一个城市，互人即个就业的来，即年轻的即少年哦，会通哦离厝较近，会通友好时代人，会通哦囡仔顾会着。啊，毋只床脚的囡仔有大人，毋只有人，即个要闹空，即要闹空城，你敢知影？哦，啊，尤其阮那白河东山后壁哦，我讲你啊，观光事业哦，我讲你啊，市长啊，唔是讲我今仔讲安怎个啦，哦，
恁是有在做，但是无专心、无统一去咧处理啦。尤其即个咱即个局长啦，吼，咱讲讲实啦，无正确的规划啦。那咧办啥活动啊？办即个尔啦，办迄个活动办迄个尔啦。像比如讲今年的即个南瑞店啦，迄有成南瑞店吗？哦，我讲了，迄实在是笑死人啦！唔是敢讲话做人讲偌济来啦，迄人就是人看看的吼，方看看当然欢喜，讲好啊，真正即安尼，即些国际级的，唔是你方看看伫臭干交上去，迄做办南瑞店咯。迄南瑞店内使用用迄塑胶锁啊，伫牵迄动线咯。是啊，我是甲你建议啦，我是讲吼，你一个思维啦，你唔通讲吼，甲讲占到即台南市啦，我讲咧台南县哦。这偏僻点哦，已经吼有够可怜啦啦！你着要关心一下重点啦，着要甲揭发揭一下啦。吼、哦，我是安尼简单甲你建议啦。好，张员，你安尼讲吼，对市府无公平啦。因为吼、哦，过去台南县的经营和台南市的经营本来就无共款嘛。我当然爱根据两个方面的条件来推动，也是因所当着问题来解决啦。所以我才有讲嘛。咱会当用市政府的经费来看，用伫个溪北绝对无比溪南较少啊。即摆我讲有足侪代志，比如讲你的选区内底，咱嘛做真侪即个。好，我无甲你讲你无做啦吼。地水的工课、道路开辟的工课，剩十四秒啦，我讲你啊，你安尼你谈就不如。好啦，我认为讲吼，另外你伫白河在地，你安尼批评难点哦，我感觉你失去一个地方应该负的责任。哎，唔是安尼，讲实在，嘿，唔是讲我咧。剩一分钟。国际难点，你举办的，恁开记者会，你讲迄啰，我安尼讲对，我讲记者会，讲实在话啊，我咧讲实在话有唔对吗？国际难展呢，那个是委外招标。对啊，你委外招标，啊，真正咧，恁有啥物意见？我当，我当改进。但是你公开开记者会，讲一寡遐话，我感觉对人无公平。是安那无公平？我讲实在话，互听啦，无公平。无啦，你闹个，你闹议员，我听啦，啥不公平？你闹议员，你就你讲吼，我意思是讲，你唔是袂当开记者会，你若会中，你若感觉真要紧，哎、欸，我你甲我讲，我马上解决。哦，但是你若要开记者会，至少也袂晓沟通啊，也要沟通，第一也袂开无进前去吼，讲不准管入去内底看啦。这算啥物体统啊？这专制哦。人因也搁咧丢逼嘛。啊，刚刚。叫阮讲袂使入去，啊！我意思是讲吼，恁民进党的吼，只要中央去到位哦，加我一个讲法。我甲你分享一个观念啊，这个都市的发展，咱大家拢有责任啦。喂，要甲电影发展，我无反对。市长，要甲电影发展，我无反对啦。但是做好，最后三十秒结束。好，谢谢，请张世龙议员。市长，我伫这个市政报告书吼。他拄啊吼，有听到你讲，你即卖一定拢含，我即卖敢若单单讲阮迄个台地里的生产市场了，恁拢一定协调好啊，达成共识啊，敢有影呢？无啦，有开过会，啊，因的共识是要重建，哦，因是要朝向都更，但是我对一点代志我足纳闷，我是安纳闷，你敢知影？因为伫三月二十四号，你去到阮东区的区公所，是，竟然阮所有的民代袂当入去听恁要含遐住户要安那讲要如何重建的代志，包括个红山媒体，这是啥物意思？这点代志是啥物意思？我甲你讲，阮新会一个民代，难道含你要关心这受灾户？零二零六地动这受灾户的权利都无吗？无迄、那个，安尼会使吗？张议员甲你说明吼，因为咱议会专案报告打煞，台南市政府参各大楼重建的所有权人开会，这是一个市府的工课。等一下，较好你，较好你答复。好来，请。我甲你讲吼，因为阮做议员来关心这个代志，我已经关心几落摆啊，甚至到第一时间伊咧地动，尤其我甲你讲，因为我感觉这道的。你赔就对啦，伤过粗糙。因为你讲维冠大楼，同一时间规个媒体聚焦你啊，全部安尼人力物力拢投注你啊，这绝对因为爱，因为遐有人地条的死亡，爱赶紧抢救。村的一定放较尾，较去拆迁。所以而且你讲遐个人会当赔百分之百，村的人会当赔百分之五十，
这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因为这些人会当你要搬啥物件，你讲我听。因为啥物物件人搬，所以我希望讲这个代志你要重新考量。因为我每一次去到遐，包括去到生产市场遐，外口这迄个店面遮，你去甲看卖啊。我希望讲你身为咱台南市的大家长，你有一天亲自去到遐，甲看遐店面遐的人，一定生命拢一定威胁啊！即摆若再来一个地动，我相信遐个人含走都走袂离。遐住遐个店面遐，毋是大楼哦，毋是市场哦，顶悬遐。啊，所以你无去看，我一天有去甲遐相片拢翕倒来，全部就对啦。遐一定毋是人咧住，啊是安那因阁愿意伫遐要冒这个险，因为第一，因就是弱势；第二，因经济上负责袂起，伊讲较紧，安尼市政府。连含因讲到啥都无，要安那含因讲到重建的部分要安理赔，要安那这個店面来处理拢阿袂。啊，你的报告书讲你拢协调共识啊，拢共识啊。啊，上述的内容是啥？啊，而且想讲去到遐要协调啥？有啥物是安那民代袂当入去，包括民代派去的秘书也袂当入去，包括媒体也袂当入去。有啥物不可个人的所在？老百姓，敢那惊恁市政府？唔知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甲公开、透明化，伊敢那惊恁唔敢赔，就惊到要死啊！边啊若无几个平台为因发声就对啦。你看恁讲啥，伊也唔敢反驳啦。所以对着这点就对啦哦。我真正感觉吼不可思议，因为民主社会当做这个代志，平台竟然拢袂当入去，阮是要算啥？阮连关心东区的受灾户权利都无。你敢知影？我一天打一公进前几日啊，过去。一个市场，你敢知影呐？遐住户讲，阮东区的民意代表连一个去关心都无。讲伫东区三月二四开了会，全部按民意代表内面迄一天开会，陈金清后去，杜美琪议员后去，过来住户来甲我讲，讲安那？讲安尼个迄一天无半个议员来阮支援，亲耳一看，你该想看卖啊？想看你也做过民意代表？用这款手段来对付阮这议员，你真正难道阮议员伫这届就对啦？做甲这尼无尊严吗？这我是真正绝对袂当接受我。这个张议员，我甲你说明吼，就是讲迄、那个生产市场大楼我有去看过吼，那我嘛亲身甲伊座谈，无邀请议员参加是围观大楼的时阵，咱就安尼啊，即边厝倒落去去讨论要重建唔重建，所有的住户咱咧进行的时阵。咱各区的议员，咱拢无邀请，咱甲当作是市政府的一部分。阮是用同理心伫参因合作。那么，迄天活动嘛进行了真顺利。因所要求的，吼，就是讲一半，因的生产一分钟。市政府伊认为讲安尼无够，后来阮嘛考量了讲伊有财产损失，所以重建小组也已经做出建议。每一户呢，可以给他们多增加30万元，也回应咱东区六个议员，我拢有接受六个议员的意见。啊，这部分我在这里简单说明。啊，我最后吼，希望这个0206啊，这个地动的灾害，因为这是来自于善款，不是按市政府的预算，按那专款专用。你说那个土地异化的代志。这款代志是按政府爱中央政府来去评估，算来一个总体检。这款的也无受灾祸，无土壤异化是袂使用这个存款的。你敢知影？你要搞清楚呢。你唔通含土地异化也无受灾害，敢一个土地异化，你也袂当讲这迄个善款挪用的啊，这是违反这捐款的人的初衷呢。所以我跟你说明吼，这个这善款是来自台湾社会的爱心啦。30秒结束。是社会爱心，但是政府一定用在地动相关，但是未去用在包括旧建筑、旧楼的这个这个检查、体检这个不会哈。议会的意见不希望市政府用善款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接受。另外呢，我们也不会用这个善款去做地址的钻勘啊，到底哪里有没有土壤有，我们也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我相信你，安尼我相信你。你反正你把这物件做好，专款专用就对了。来帮忙这受灾户重建您的家园，较紧用上紧的速度，让他们恢复他们的生活秩序。安尼。啊，谢谢，请许志春议员。感谢主席哈，那个市长哈，
我基于你的市政工作报告里底哈，几项跟你检讨一下了哈。咱关于今年这个议会车道的地动了哈，这个市政报告里底，就是讲关于你相关的这些灾损的哈。你有边讲讲已经都在进行中，但是事后我想即刻是啊，能够说是协议当中的，或是已经有决议的，也希望能够让我们议会同仁知道，尤其是在当区的该区的议员哈。啊，有一点的就是讲，伊这个重建内底哈，包括咱即回咱的2006的热心的善款，咱即马目前有到位，只有花出去的是不是两亿多？是两亿多嘛哈？但是这么多的善款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了哈，现在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危楼，这是我们贴红单的，是黄单的。现在我们有方向，怎么补助？你红单的是要300万上限300万。那黄单的是不是50万？100万了，黄单是好像100万了哈。但这个数字是不是我们还在调整当中？但是我知道了，现在我们针对2月6号的这个灾损的部分，好像花就是下责任给各级科室你们的相关业务来做追踪办理。但是追踪办理放以后，现在要收回来，好像没有进度。我请市长在施政报告里面相关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后你了解一下这个进度流程，是不是要赶快？然后这些的善款怎么样有效力的，而在依法有据的部分赶快发放下去？这是我第一点，提醒市长是不是这个能够加快脚步？那在此我要先恭贺我们那个秘书长哈，荣升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了哈，感谢这段时间对我们市台南市整个的贡献哈。那在第二点，在施政报告里面，就是有关于在登革热，我们市政府现在今年已经有未雨绸缪备战，而且卫生局也成立了一个专责单位，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受到民众的肯定。那关于记录里面有一点，就是新竹工业区我们现在已经 招商了，那招商的500坪以下是6万块，500坪以下是7至8万。那目前我们要新竹工业区要进去的马路的开辟，现在办理征收当中，是不是市长是嘛哈？那他的两次的说明会，有点市长可能回去再请相关单位是评估一下，他们现在评估出来的建价里面，协议架构里面是一黑的4000块，平均一平了哈，一平甲12000块左右，13000块。但是我们工业区那的肉地哦，一平是卖600块。道路要恁修，是安那就剩3分之1尔。恁若要卖予民间，啥个60000块？这个是不是落差太大？上大了，落差上大哈。是不是在法源里面依据这个适当的这个调整？尤其伫伊近路边哈，近路边的肉地内底，会使讲无一平方公尺哦，无一平方公尺，一2300平方公尺，甲迄个小部分6000，几乎拢给4600以上。这样子的话，我想整个道路涵盖在里面90%以上拢是超几万块，所以我这个数字给市长做一个了解，也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调整。那第三点哈，就是讲我们刚与那个市长报告的一个航线的问题，我们空海运问题。那台南到大阪，刚市长也提到的是10月28日的起航，但是我看不到它的固定航班里面是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有什么样的固定航班，这个是事后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哈。那刚刚看到里面的资料里面，我们安平港的自由贸易港那是好的一个开始，但是有一点我看数字里面哈，看资料里面关于就是我们安平港到高雄然后到泉州是4月26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台南我们的航线直接从3月30号一直开航到金门，然后到厦门。这个部分安平港往金门到厦门，但是我质疑为什么不直接直航到厦门呢？为什么要停泊金门呢？那是不是因为有法令限制怎么样？万一你金门没有货，我这个航班是不是直接就到厦门？或是我一个航班是转运站是金门，但是我另外一个航班是直接到厦门，这个部分是不是还要再协议再进行哈？这个部分的请第三点，请市长是确定再了解一下哈。那也感谢市长啊，
在这个我们台南市这个航班的这个一个努力哈。那市长，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你简单回答就好。还有第四点，第四点，市长你先坐，等一下哈。那最近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委外的两个点的一个民间违规拖吊，那看到我结合下面刚刚市长提到的这个啊捷运台61线哈，还有我们的大众运输的公车，但是这个具体的推动的政策是不够的。那我们看到最近我们台南市在这样的一个实施民间拖吊，真的效率很好，效果也很好，但是民怨四起，但是因为他违规，他的荷包袋里面他的钱少了，但是难免会抱怨。但是长远之计的政策，我希望不要只规划在公车，也不要只规划在道路的建设，是不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的快速的捷运的这样的捷运的系统，是不是我们早期规划，是不是是延续性？那你今年规划好以后，是三年规划好以后，最后30秒结束，是把这个建设延续下去，把这个一步一脚印马踏廊建构起来，这是我的期盼。好，请市长来简单说明一下。好，谢谢，感谢许议员的指教哈。关于这个善款的发放，我们分为对人的照顾，还有对财产，主要是建筑物的重建或复建工作。那人的部分大体已经完成，那房子的修复或重建，那要经过调查。那目前呢，红单250张，黄单329张，还有安南区主要的土壤异化的受影响的，大概700户左右，这些都已经调查完成了。开麦克风。就说房子的重建这部分资料也已经汇整完毕，好，我也请公务局要尽速哈，照议员的意思，将这个善款发放到市民手上。第二个呢，是这个因为工业区的土地，因为它有经过改良，有成本在里面，自然会比速地道路用地要来得高，这一点请议员能够了解。那第三个，为什么一定要经过金门呢？就是上河圣伦为什么一定要从安平金门到厦门？因为小三通的关系，所以一定要经过金门。那多一个地方也多一个机会。第四个是我非常感谢许议员，这个台南市的摩托车总共128万辆的摩托车，那我们的汽车也有几十万辆，那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管是哪一个城市的，大概都没有办法说所有的停车空间完整之后再来进行这个取缔的工作。那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建制捷运化的公共运输系统。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去年已经1800万人次。我鼓励我们市民多搭公车，如果公车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改善，用学京都，用公车来担负起城市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作。好，简单报告，谢谢。好，谢谢。是。那个时间到了哈，其他有问题就叫在私底下哈，请林美燕议员。来，感谢主席哈，市长。来，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第15页里面，我们有看到哈，针对登革热这个疫情，我想我们在去年大家都受到一个教训啊，所以我们提早启动如何做防治啊。但是要我们也看到说，你在昨天已经也成立一个登革热防治中心，但是在你的报告里面，你是没有针对防治中心，你到底要来做什么动作？我们也知道你最近在区的一个就是做一个区里互动的座谈会里面，你也跟里长一直在沟通，你希望跟落实在基层啊。但是我发现就是讲，你一直跟你调讲，你调嘛一直跟你讲一挂，他们欠缺了什么？因底下在执行面，因有一寡欠缺，但是你听到了没有？你有把资源下放在他们那边没有？我想这一点你等一下报告哈。还有第二点，我想周边的人我们要多去取经呐。我们也看到台湾临近的登那个高雄，高雄市一线之隔的那样，近前的高雄市的登革热比人还严重。但是在去年，我们提早比他们更严重。虽然到了最后，他们的疫情也爆发了，也是非常严重了。我们也最近看了一下高雄他们如何去面对今年度的一个疫情
他们已经也是跟我们一样成立一个登革热防治的小组了。然后他们从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每周都要要求你们自我管理。我想自我管理是很主席非常需要做一项工作。然后还有他们针对各里的里民，他们已经陆续透过区办公室里面去做一个跟里面的互动的夜间说明会啦，因为大家想，你当时当上班啦，所以他必须在夜间，把咱的里管的里，咱的市民告知教育，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夜间的说明会，总共到现在他们办了131啦。不过的话，发现咱台南市中要袂做的啦，他规划的就是说如何做一个那个会当让咱的因的市民了解，还有啦，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做了一个规划，并没有的防治措的施药的施药哦，没人去喷药啊，能够落实。我发现伫鼓励喷药啊，空中飞一飞，地上的那个在喷药的时阵，鸡狗啊拢喷伫鸡狗啊面，鸡狗帮心面，到底有没有效？所以他们也已经训练这些人员做一个非常就是落实的训练，508个，已经成立一个小组了，防治的小组哦。那么我们在整个就是。针对空地的部分呐、啊，底南丁盖，我们一直在讲，它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避免物的滋生源，所以我每一件环空地如果去管控，底古尼我们一直在查报，给你万华的啊，那些空地都围起来了，围起来，你哪一点要不围的时候，我们马上看到有没有积水。我们进很多时很多的空地，用那个帮围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里面。一来对到底有积水没有积水，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以前经过看到积水，我马上通报，或者咱哪一关的区公所马上查报啊。今年主席他围起来，你如何去做管理啦？那在今年度哦，高雄市他们也做了最新的一个吼，就是讲他们签约了500家的基层的就是诊所，想看两个专责，一旦讲是专责医院，因为去年发生的时阵。伊唔知咱个市民要去医馆就诊的时阵，找无诊所，找无诊所。而且我们也发现，在去年因为非常的严重情况，排挤到病床，有很多的重症，可甚至让那一款的登革热的患者进去，无北城就像被踢皮球踢来踢过去，防就是也一款的疫情的防治，就是治疗时间、黄金时间，是没有办法掌握到啦。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启动了签了500家的责任的一个门诊，还有啦，他们从下个月开始，他们有提供了五万片的工会快筛的一些试药，好去打一关的诊所，而且公布到底是哪几个诊所有拿到这五就是免费的就是快筛的，因为在去年发现的时候啦。一的明明的是登革热，没有办法用快筛，所以他们在筛选的过程中就延迟到了，用健保又延迟到了，所以等等这些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掌握到疫情啊。我想这些是我们隔壁高雄市他们针对这个疫情已经很做一个落实的一个就是措施啊。我只叫我们咱南起就去变，到底你做了什么动作？好，感谢一分钟。哦，感谢您。就是说登革热的防治中心主要担负几个工作啊，一个就是对蚊子的研究调查啊，另外呢也对这个登革热的宣导防治工作啊，我想这些都是主要的。那中央到地方来的话，他们会增加国家卫生研究院啊或者相关的国家级的单位，那这样地方跟中央联手，这个功能会更加的好。那第二个呢，自主管理的确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因为我们过去去年台南跟高雄的病例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其实是在家里发生的。对，那这样的话如果家户自主管理能够增强的话，对整个防治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点是刚刚议员的指教，的确我们跟高雄市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啊，包括我们两个卫生局局长，或是我跟高雄市的陈局陈市长，或看他们副市长，其实我们都有在互相交流。所以刚刚林议员所指教了高雄市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台南市在30秒结束，就说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详细的情形，我可以请我们卫生局林局长，看各位议员如果有要指教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去看
疫情指挥中那个登革热防治中心，我记得顺便跟大家报告详细一点。门诊这个部分呢、啊，哈，你应该专责的。这个已经开始了，你赶快就公布了。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乱起名怎样，好不好？还有针对我们就是人事的变动哈，我想我们警察局局长哈也即将就届龄了。这段时间你看你的工作报告也讲说我们做得非常好了，好，我想领头也非常的重要了。他届龄对我们台南市来讲真的是。好，谢谢。在李文正议员发言之前呢，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呀、啊，如果各位同仁这个不再登记啊，我们就截止登记，有没有不同意见？好，那请李文正议员发言。啊，多谢主席哈。这个进程啦哈，咱这段时间拢在讲啊，这个诈骗集团嘛哈。咱台湾呐、啊，吼，啊，伫这个肯亚，吼，啊，去哦，这个送过这个中国，啊，这个我想当然诈骗是一个问题啦，但是这个牵涉到咱国家主权的一个维护确立，吼、啊，这个嘛是一个足严肃的这个问题啦，吼、啊。伫这个2014年的时阵，吼，啊，我伫这个。咱本会的临时会啊，我记阵是伫新营啦吼，我有提一个案吼，啊得到咱啊这个台南市议会过半数的议员的人数，啊嘛经过这个大会的通过，啊就是讲请赖市长吼啊承认这个开罗宣言无将台湾交予中国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啊，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日。上大的这个诈骗集团啊，就是中华民国用这个开罗宣言啊，含这个中国啊，用这个开罗宣言啊来诈骗台湾啦、啊。吼、哦，伫这个所在啊，我嘛要请问这个市长哈、哦，嘿，我要请大会主席哈、哦，就是讲，咱是不是有那请啊这个中华民国把开罗宣言摕出来？啊，是讲这个中国把开罗宣言摕出来，吼、哦，市长，吼、哦，是毋是讲，既然啊是讲中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吼、哦，啊，这个九二共识、一中的原则，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根据开罗宣言，那安尼是毋是讲啊，请这个啊，把开罗宣言摕出来，吼、哦，这个市长是毋是简单，请你回答一下。就讲、是，既然是台湾根据啊，这个开罗宣言，吼、哦，那安尼时阵，咱要请中国，啊是请中华民国啊，清楚把开罗宣言摕出来，来证明讲台湾是因的。市长，是咪请你简单回答一下？啊，市长是啊，多谢李文正议员吼、哦。这开罗宣言，我想历史学家已经有真充分的研究了，吼、哦，那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事后新闻稿、哦、记者会新闻稿的那个声明嘛，吼、哦，无人签名嘛，是、哦、啊，所以我想伊的法律的地位，我相信未来啦，吼、哦，应该会去，予伊恢复真实的真实的情形啦，嘿。好，迄、那个市长安尼，你请坐啦，吼、哦，吼、嗯哦，市长你嘛是讲啊，这个开罗宣言根本无人签你啊。吼、哦，这个丘吉尔嘛无承认呐，罗斯福嘛无承认呐，吼、哦，啊，这根本只不过是一张新闻稿啊！竟然中国用这个开罗宣言要来诈骗台湾，中华民国也要用开罗宣言来诈骗台湾。当然，这个诈骗集团，咱感觉讲这个是真不应该，吼、哦。但是今仔日上大这个诈骗集团啊，难道敢唔是中华民国含这个啊中国吗？哦、所以市长真感谢你啦，吼、哦！好啊，伫这个所在啦，吼、哦！啊，迄、那个，因为啊，咱的这个教育，吼、哦，我知影讲市长你啊，坚持用这个旧的课纲，吼、哦！啊，这个2012年的旧课纲，吼、哦！啊，迄、那个2015年的这个新课纲，吼、哦！伊有搁再甲台湾的有关的这个历史做一个啊，这个改变。但伫这个所在，我嘛要甲市长讲，吼、哦！就是讲，这个2012年的这个课纲，吼、哦，咱嘛爱彻底
搁再来做一个改正啦吼。即、这个南面的课文讲啦，开了双言主张台湾片哦由中华民国收回啦。啊，即、这个龙腾课本、龙腾课本，1943年中美英发表开了双言，指出日本需要将即、这个啊满洲台湾片哦滚倒来归向即个中华民国。第三，三民的教师的用册，吼、哦、开了会议会后，发表开了双言，指中华民国啊，即、这个战后处置台湾，所以这根本完全拢是好笑的嘛。今仔日咱用遮个一个白贼话，吼、哦，用一个无事实的物件，吼、哦，竟然来咧教育咱的下一代，伫咱的教科书的内底，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讲叫这个蔡英文，要安怎去固执这个九二共识啊？吼、哦，所以我希望讲这个市长，吼、哦，即咱到这个时阵，吼、哦，咱讲转型正义，一分钟，爱幸福台湾，吼、哦，一个真实。真正一个正常的这个国家，吼、哦，这个市长，咱是不是讲应该啊？咱来为着这个代志来拍拼。我请市长吼、哦，你简单搁再，我头久我讲的这个游园是2052年的这个课纲哦，伊游园拢讲这个经济开了双言，台湾需要交向中国哦，吼、哦。但是头久啊，你讲的讲开了双言，只不过是一个无人签字的一张文件尔嘛。一个新闻稿而已嘛，吼、哦，这个罗斯福、丘吉尔根本完全都无承认，这是一个根本都无这个物件嘛。那有这个物件的时候，咱请中国退出来，请中华民国退出来。吼、哦，市长，你简单回答一下得。好，多谢李议员。吼、哦，你头路啊问的这个问题，拢相关国家战术的问题啦。哦，那市政府是地方政府，吼、哦，啊，较无权力去处理这个代志。但是我是认为讲，会当结合咱台南市所选出来立法委员，哦，啊，到立法院。用相关或是教育部吼，还是相关的这个部会来检讨这个代志。开麦克风啊！这样一个啊，这款的一个看法主张哈。是，他都话李员，我已经有甲你报告，就是讲。开路宣言，开路宣言，真实的进行是安怎嘛？吼，迄就是一个新闻稿嘛，吼。对。那但是伊这个真实的进行啦，吼，伊个价值啦，未来一定会愈来愈清楚。随着社会的进步，吼，啊，迄个资讯的公开透明，我想这个代志未来一定会愈来愈清楚。好，多谢市长哈，好，多谢多谢主席。好，谢谢，请多数议员。麦克风，好，来，谢谢，谢谢议长，啊，赖市长，啊，陈秘书长，所有团队哈，啊，市长，市长，是那个总议员，嘿，是，迄、那个咱这个这本迄个总报告哈，我即卖是讲，关系咱高铁站区哈，一个正哩那重要开发的所在啦哈，因为咱拢无提到嘛哈，过来就是讲，咱伫去年104年度吼，咱某偏的预算，就是讲中央有答应18亿要来予咱规划这个会展中心。啊，那么咱嘛伫去年就偏的1000多万，快2000万的规划费。啊，所以讲你伫这本吼是完全无谈到嘛吼。我是讲，咱要看见未来，我一直每次的咨询，我就拜托市长。看见未来，就是我们高铁站区这么大的2300公顷的土地，咱若是无去开发带动地方的发展，根本就足难。啊，所以伫这边咱无看到，所以我伫遮吼，嘛要搁再次提醒，拜托市长，因为你的任期还有2年，那么在2年多呢，咱要安那较紧，把咱的高铁站区就得开发，因为。中研院也要来，会展中心也答应，我们也偏列预算。那么在去年，那个蔡英文总统都有答应说，高铁站区这个都要开发了，甚至恁拢有去遐翕相。那么伫这么重要的大建设，伫咱这本报告你是无讲到，所以我会真担心，搁加质疑。那么我伫遮就是要拜托，因为包括着咱的陈秘书长，伊要到咱的行政院做咱的秘书长。那么我嘛该拜托，伫未来对整个台南市的发展，
所有的发展经费嘛，拜托伊爱斗三工。毕竟伊头拄仔有讲过，伊来到台南市五年外，伊的感受嘛真多。那么伫咱的艺术声，大家共同议员提出的意见，拢是针对台南市的发展在行。啊，所以伫这地我无看到，包括着咱的高铁站区，所有咱的高铁的这个待客室，咱一栋已经拢900多万吼，你看人口是这么多了，那么我们的战区都一直还在原地，所以我简单甲你问，啊，你嘛甲我答复，因为我无看到伫内底吼，市长请回答，谢谢。甲队员说明吼，因为施政报告吼口头的时间总是较短啦吼。所以无法度通甲纳入吼，这点我直接补充。经济部已经审查完毕，吼，因支持，因专业支付，台南市起一个多功能的会展中心，是，那经费将近差不多20亿，那上翁国花会去审查，吼，那我嘛打电话甲张善政院长，佮拜托，我讲已经上到国花会，啊，拜托伊甲咱关心一下。啊，伊若通过了后，伊就当编入明年度的预算。哎，啊，咱今年都咱会当先规划，那这样的时间的衔接会就会比较好。对，所以讲咱去年诶，这个偏的规划预算已经过，咱起码都是爱做。我们已经在进行。好，市长，那感谢你，好，感谢你，谢谢。好，谢谢，请唐碧娥议员。好，感谢主席哈，市长，你甲秘书长哈，自我当来带领。咱的市府团队来拍拼，啊，所以，阮是要请问市长，你对咱的陈秘书长，哦，即马咱行政院林权院行政院长要甲你借将，这五年外来，咱陈秘书长对咱台南市的贡献，要请市长你评价一下。哦，多谢唐议员吼，伊是我。曾经伫咱台南市议会甲大家报告，啊嘛捌甲咱台南市民说明过，咱市府的团队真侪是我特别按中央请过来，那有的是过去是台南县、台南市相当有经验，啊所以咱请伊来担任这个要职，啊因拢国家的人才，你看每一处的，这个成绩拢真好，哦，因拢国家的人才。所以当然，秘书长过去这五年来，用六个字，任劳任怨任棒，哦，把工作打起来，啊，把市政推动出去，咱是足感谢啦。但是国家哩用人，新政府已经要组成啊，5月20日就要开始啊。社会对新政府期待足深，当伊要求国家的人才去中央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时阵，咱虽然唔敢。但是咱嘛爱支持啊，嗯，啊，我所以简单讲吼，市长是忍痛割爱就对啦，是啊，是，哦，所以嘛，对于咱秘书长的表现吼，一个肯定啦，吼，市长啥子，秘书长，我先给你恭喜啦，吼，谢谢，啊嘛感谢吼，秘书长吼，这五年外来吼，甲咱罗市长，甲咱市府团队吼，共同打拼，为着咱地方的建设，为着咱市民的这个福祉，吼。你安尼无眠无日，啊！你安尼专心投入、认真，你的努力甲你的能力，予中央肯定。啊！你较早嘛做过行政院的副秘书长，所以你像高升秘书长，我相信你能够吼驾轻就熟啦。哦，但是本身对秘书长吼，你的期许是讲，你对咱台南市政拢足了解嘛？哦，所以你高升咱行政院秘书长之后，希望我们。陈秘书长能够为我们台南，不管是重大建设也好，还是讲咱人民的福祉也好、福利也好，咱的经费会当为台南争取搁较侪。啊，我相信哦，这嘛是咱台南市民共同对陈秘书长你的期待。安尼，干么？谢谢议员。我想，虽然我不是台南人呐，哈，但是已经是。我这一生里面待最久的一个地方了哈，所以我想我会以这个我绝对是一个台南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到中央来为台南发声，谢谢。好，感谢秘书长哈，你的辛苦哈，感谢啊，爱替咱台南争取较侪哦哈，好，感谢。好，谢谢，请洪玉凤议员。
哎，谢谢主席哈，市长，我要建议一下，因为我刚刚听了那个李文正议员的一席话之后，我感觉市长你应该爱建议民进党诶爱征召李文正议员去选立委，才会当协助小英哈、哦、未来总统会当甲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号甲改掉，甲国旗改掉，甲国歌改掉，啊那无全台湾上个大的诈骗集团叫做啥物？叫做民进党。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您搞到一大堆，等到您完全执政的时候，因为现实的考量，您每项都不敢做。台湾上最大的诈骗集团就叫做民进党，所以我推荐说，民进党要征召李文正去选立委。那另外，我想要请教市长，那个登革热跟文化，哪一个比较重要？我看你那个报告里面都有提到登革热，因为咱古尼西八个月了嘛。文化的部分倒没提，我不知道说登革热比较重要，还是我们的文化资产比较重要，或者是同样重要。这个跟宏远说明，因为过去我们有多次谈到文化建设的事情了，因为我今天在议会特别在重提登革热，主要是因为也希望让市民知道今年登革热的房子的重要性。提早给大家提醒了，这是好，但是好市长。我要讲的，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咱知影讲台南管区合并升格，是因为文化的关系。但是当市政府安尼做，我就感觉讲台南市政府，我唔是讲偌清德哦，我是讲台南市政府也是一个诈骗集团。伊甲台南市民讲，因为文化升格，咱的生活搁较好，所以管区合并。但是我今仔真痛心，我唔知影市长你看阿未？咱的一级古迹、一级古迹、一载金城，对台湾的历史、对台南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你应该承认吧？好，今仔日我发觉，伫一载金城西南宁堡炮门的残基的炮座上面，它有一个炮架，它是可以左右运转的轴心，跟花岗岩轨道上面的固定点。台南市政府有够搞，你用功放伫登革热理由，伫咱的一级古迹顶馆去甲哭阿门土，伫一级古迹意在金城这个所在，对台湾的历史很重要的所在，你讲为着要防止登革热，去用阿门土土啊空起来，请问是啥物人做这个决定？破坏古迹？什么人做的决定？看文化局知不知道？报告一下哈，这是同仁哦，防护过度哦，这个部分防护过度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吗？哦，是，所以伊是因清洁人员行遐积水哦，因为咱遐外口有一个，这不是咱咱大陆头前的水沟啊呢？我知，这是咱的古井呢。所以我已经要求因紧。啊、重新把那个地方复原哈、哦，这个部分我也要报告者。局长重新复原，会不会破坏到古迹的本体？这个部分哦，我有请文资。有没有破坏到古迹的本体？因为他那个是玻璃的。古迹会当好你那咧改蹂躏吗？用阿门头甲空起来？我了解议员的意思啦，这个部分哦，我常你小讲非常重视啦，哦，所以我有已经你给文资处哦，昨天就有先去会刊了哈。哦所以这关你这几天来处理安尼，你对于我们所有台南人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伤害，我们是大家安那因为维护这个所在，那我们也因为有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资产，我们才有机会升格变成一个直辖市啊。结果来到咱的树林，咱无甲保护，竟然你讲啊，我无注意到，我无小心维护过度。威吼过度，你就是认同讲伊安尼做，唔只认同伊威吼，是你做的决定，还是谁做的决定？这个部分是因清洁人员清洁的过程，因阿弟处理的，所以因你觉得，这样做有没有破坏我们的文字法？是不是台南市政府你带头做违法的动作？我想局长，你请坐，我请教市长。违法的问题啦，吼。市长，无违法的问题，你感觉嘅？违法的问诶代志啦。
这一点，这个文化局的清洁人员哈，的确是防护过度啊，这不应该。这个我们会检讨。长一分钟。这个我们会检讨，然后也能够尽速哈，不伤及古迹本体的意思的这个情况之下，让它恢复原状。我想所有的市民，大家拢有一个概念嘛哈，阿门陀啦空落去，你要搁甲破坏，它那个震动力，你不会伤害到它吗？古迹那是几百吨的物件。几百吨的物件，还要搁予你解空了以后，搁解卡脱脚，迄个震动力，你有办法承受吗？你对我们台南人来讲，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觉得市长如果在这件事情你也这样子轻轻带过的话，那我就觉得台南市政府是一个诈骗集团。你诈骗集团啊！你因为你重视古迹，所以予咱的都市有机会通个升级。但是升级了后，你无好好改维护，然后当人家破坏的时候，你还轻描淡写。他这很明显已经违反文字法的规定了。不，这个我们会调查，会依法处理。吼啊，我请议员继续指导。好，最后三十秒。卖因为讲解人员的疏忽吼，啊，否定规个文化局的卖安尼，因为其实嘛做用心嘿。你的态度这样子是不对的。我想我们都是很爱护文化。我们都是很注重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啦，啊，不然来台南要看啥？就是要看咱的古城，看咱的都市的氛围啊。那如果我们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好的思维好好去维护它的话，我们台南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看的呢？没比现代化，那对咱没地啊。我们就是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请市长。好，谢谢。现在请赵坤演员。主席，咱的大家长、大市长、甲市务团队，啊，甲议会同仁哈，啊，新闻媒体，啊，大家个早安哈。啊，感谢咱卢议员哈，和我做先做先讲啦哈。啊，感谢咱卢议员。今仔日是咱开议的报道的第一天啦，吼！啊，听到足侪人，吼，应该从咱报纸啊报出讲咱啊秘书长啊要高升，吼，啊去行政院做秘书长啦，吼！啊，我本身伫遮有一个感言，吼，就是讲啊，伫咱秘书长伫咱台南市遐人啊表现遐人啊好啦，吼！因为伫咱议会内底足侪人在遐学了。啊，拢咧大恭喜啦吼！包括咱罗坤福议员也要去订花吼，要来送秘书长。啊，靠我先讲，我有话讲，我唔忙，我先讲，先讲安尼对伊歹势啦吼。我有几点啊，要来质疑咱啊秘书长。伫我伫你来，我来报起来做议员，来遮秘书厅，带你请教的时阵啦吼，吼啊。唔知啊，讲你今仔会高升遐尼啊紧，吼、哦，迄阵来叫起来徛五十分钟，吼、哦，但你即阵徛五十分钟啦，吼、哦，今仔你去个要高升去你做秘书长，伫迄阵来即阵了，有足侪同事啊，嘛足侪恁在官员同我讲吼，讲、哦、秘书长吼食软无食硬，好，我姿态放到有够低，我冇输得冇。透过骨来行工程吼，啊来伫秘书厅透过秘书厅爱来同阮协助，因为你的权力伫台南市政府遮已经除了赖市长以外，落来就是你，吼、哦。结果我会当用这种心态，吼、哦、接受你同我讲你袂记一哩，吼、哦、啊我无用，结果等甲真你阁要高升，你看安尼我阁有机会来拜托你吗？我感觉有机会，人拜托你。伫当高热，当咧开始对台南市一种冲击的时阵，我咧爱提起迄件事的时阵，你讲啊，我无用当高热，好优先，互你过。来，即摆佫撞到你，佫带你问啊，迄件团有团斗三间无？你讲啊，我袂记着你。秘书长，像这种是我乌鸡态度恶劣。啊！是你无将阮当作是议员，拜托秘书长你答答复一下。我想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哈，因为
所有的案子接下收下来之后，我们都会有交办，而且也会有列。外公，秘书长。但是我自己。新娘，新娘，新娘，工商那个停车场，哦，你讲你要帮我处理，啊，你要帮我协商，啊，处理了安怎？停车场的部分已经处理了。啊，处理了啊，经营安怎啊？现在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新营公所的那个部分呢，我们是已经把这个土地就是收回了。那因为它是台糖的土地，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边啊，迄两地啊，边啊，新营警察局，对，新营分叫咧停，咧停车迄个停车场，警察局，包括妇女的迄个停车场，您处理了如何？妇女会的土地已经跟他们要回来了，请他们拆屋还地。另外，警察局的部分已经要拨用，管理机关也已经市长批核，由警察局来担任管理。啊，是啊，那您做安尼，你卡拢无要讲啊？这个是我们。您卡拢无要大安讲一下，百姓咧大安问的时候，我讲唔知呀，市政府有咧做无咧做，我唔知。报告议员。我们的同仁应该都会跟议员做报告。我完全无哦，秘书长。我是希望讲你今日是遮侪人、遮侪同事咧带你学了啦吼，包括台南市民咧肯定你，吼，卖为着讲，互我带你问遮的，吼，安来晓管你的、你的，吼，你伫台南市的付出。我要跟议员报告，就是。我觉得做比较重要啦。那什么时候告知议员哈？其实都会有一定的程序。那不行，那我问你，你要答我讲，你唔知，你袂记住哩。没有，我不知道。是啊，那我得爱当艺术听，但你问你开咩讲？我现在不知道啊，艺术听过来讲我强上强烈，你就讲我态度恶咧。没有，我从来没有没有吗？关关局长没有说过。关关局长，延长一分钟。好，以后来。但你建议讲，从苏万地管调所做的河南村来到赖市调这个这活动，恁有搁延续什么物件落去的时阵，你是不是去阿秘书长讲？你是不是安尼阿讲讲？阿秘书长讲我态度恶劣。我从来没有这样说，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说，从来没有。秘书长有无？有讲这句话无？从来没有。你有讲我态度恶劣无啦？绝对没有。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希望讲要高升啊！你从这议员卖啊动作啥不要紧，吼、哦，重视。我嘛要奉劝你，请你做副秘书长，是安那你会办退休，你的权当然了上岸呐。刘兆贤行政院长，他打你调去别位，你才来办退休，你敢让赖市长叫来台南市服务？希望讲这就是一个教训。好、哦，我希望讲，唔盲讲，你会当阁继续。最后三十秒结束。其实吼，我是感觉你应该有哪爱肯定秘书长一下。我有啊，我有肯定伊同我讲，我嘛好伊机会，好伊做呢。他如果这件，我迄阵来叫起来五十分钟，我知影知识有够济。好、哦，了，伊嘛讲伊袂记这里啊。伊袂记着你，伊无用。我简单讲，你讲这个，我公文已经批了啦，吼。啊，这个协调的工作就是秘书长完成。那、啊、这段时间，你管我们在防治登革热，也在做这个重建的工作。我们的确没有把你要求我们协助的事情忘掉，这一点让你知道就好。啊，不要再等你。好，谢谢。最后，请卢坤虎议员。感谢主席吼。秘书长，你要今仔日秘书长，我吼，安尼有听无？因为吼，秘书长，你即马算升官啦。不管这五年多来吼，我们的意见不合也好，什么不合也好。我们希望哈，未来你在台南市离开台南市以后，对台南市哈要特别照顾。好，这些献花是我对你的一个祝福，恭喜你升官。好，
啊，市长爱加油啊哈！市长面手足歹呢。议长，因为我那个万安演习，我会来不及哦。啊、我没不来不及，搁剩几分钟啊！你马上讲我刷。那个秘书长，你今天哈、哦、能够身为行政院秘书长哈、哦，老实讲的，大家给你恭喜啦。这个当我来哈、哦，我们相对的，咱纵然有意见不合啦哈、哦，可是咱有一个观念，就是爱台南市搁较好。我伫这五年外来吼，我一直对地方的建设吼，也伫艺术厅也好，书店也好，一直拢咧欢迎。包括阮安平渔光岛，渔光岛你有听说吗？嗯、啊，知道渔光岛，我们今年开始就有很多的计划会进行。好，那渔光岛至今呐、啊，我会记得我做囡仔年代吼，阮渔光岛有海水浴场，吼、哦，啊有秋茂园，会使讲是非常欢迎。非常老的所在，这二十外年来啦吼，尤其这五年外来，咱赖市长担任市长的过程，我一直每一当拢在讲。可是咱渔光岛它的地目的关系，你看有干部局的地，后林务局的地，后国有财产局的地，吼，啊后台南市政府的地，佮包括后国防部的，所以有这么啊多的土地吼，来自于中央。所以咱地方有当时啊，要运作的时阵，挚爱难行。所以我伫遮吼，我也代表着阮安平区的乡亲吼，以及着台南市的乡亲吼，向你请命，拜托你，阮渔光岛吼，借着你未来调离开台南市，到先赶到中央咱行政院担任秘书长的过程中，希望你赶紧来推动，安尼较对咱台南市啦吼。嘛，台南市民嘛是对你一个寄望，对咱台南市嘛是一种交代。你讲安尼好甲唔好？那个渔光岛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其实我们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克服很多的困难。对，今年八九月文化局就会开始在这边做这一个地景的展览。那我们想我们会逐步的来推动，那需要中央的一个跨部会的部分。哦、如果院长有把这个工作交付给我，或者有主责的政务委员，我会跟他建议，那尽量帮台南市来争取。感谢秘书长哈。我直接做感谢你，今仔日你会当先官，让我们台南市看到未来的建设一道的曙光啊！吼、哦，我相信你这部分未来的吼，中央的各部会吼，你能有能力去协调啦，吼、哦，因为咱渔光岛吼，起码老实讲的，足脏乱的，包括是狗仔那个野狗的天下，百几只野狗，吼、哦，遐、那个环境会使有讲够。非常的歹，你敢知影？伊即卖现主席较先进的国家吼，那有这种资源吼，我相信国赶紧要来开发啦。结果咱台南市一直闲置在那边。我有可能吼，伫艺术厅吼，咱是最后一届见面啦。未来你我的职权可能你就是调去中央啊嘛。所以我伫借这个机会向你献花，表示祝福，表示恭喜以外，我在这里也代表台南市民向你请命，拜托你阿哥一个。咱的跨港大桥，就是咱渔光岛、渔光岛，跟我们那个四角大桥衔接的这一条桥，这条桥嘛是中央的预算，哦，是咱交通部的。可能咱台南市政府嘛有正努力，可是努力的过程中可能关系较无像人较好，所以我希望讲未来恁若是过去担任着咱中央咱行政院秘书长，我相信伫这个预算的部分者。那拜托你，干好。这一件我知道是否有这一个但是这个统筹的部分，我会去关心，持续关心这个议题。我希望未来你过去在这边担任秘书长，跟台南市，兄弟的感情关系，在这个当下，我希望未来啦，你对咱台南市啦吼，拍好一片，嘛是你直接嘛是做咱赖市长的做。那个左右手，未来你若去到中央了吼，我相信你是台南市的左右手，安尼敢好？好，谢谢。拜托你。好，谢谢。好，感谢议长。谢谢。今天早上议员的登记发言全部结束，郭秀珠议员要求一分钟。
因为他第一轮没有发言，就给你一分钟，好不好？多谢主席哈。啊，首先我是恭喜咱的陈秘书长哈，阿姨高升啦。啊，因为哈，我有订花哈，啊，可能没付给你鲜花，是不是？我借迄个罗坤红的花哈。啊，我含迄个我舞蹈哈，这边含多少人照个相？谢谢。好了，你们要照相，赶快。好，谢谢。报告大会，我们继续进行上次大会决议这个执行的报告。我们现在请市政府研讨会赵主委来报告。赵主委，请。大会主席。怎么样？你们两位要先走是？好吧，那因为万难演习啊，可能来不及。我请教大会各位同仁，如果没有反对啊，就让他们先行离席，好不好？好，现在进行报告。好，大会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先进，台南市政府研考会报告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级大会。第二次定级大会以及第三、四、五次临时大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在各位议员先进上桌上大概都有三本哈、哦、有关执行的一些情况。那我在这边做一些简略的报告。在第一次定级大会决议案执行的部分，大概有122件议员的提案，其中陆案办理的有80件，研议中的有31件，涉及中央权限跟法规限制的有11件。陆案办理跟研议中的提案大概有90.98%。那个案执行的情况呢，请议员先进参阅第一本第二页到第46页的执行情况，请议员先进参阅。那在第二次定级大会决议案执行的部分，议会提案的部分，可请翻阅我们在第二本的第一页，大概有一个表格，那其中大概有93页。93案的一个提案，其中陆案办理的有54件，研议中25件，涉及中央权限跟法规限制的有14件，陆案办理跟研议中的提案有84.95%。那各案的执行情况也请各议员先进参阅第三页到第33页。那在市府提案的部分呢，是在表格的第二页可以看到有37件的提案，那大部分都是由陆案来办理。个案的执行情况也请各议员参阅34页到第55页。那第三、第四、第五次的临时大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在议员提案的部分也有25案，这是在附案的附件的第三本，其中陆案办理的有12件，研议中10件，涉及中央权限跟法规限制的有3件，陆案办理跟研议中的提案有88%。那执行的情况会诊资料表格大概是在这个第三本的附件第3页到第10页。那市政府的提案部分呢，有9件，8件陆案办理，那中央权限跟法规限制的有1件。各执行情况的会诊呢，在第三本的附录111页到13页，也请各议员先进参阅。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好，谢谢我们。感谢这个市府研考会赵主委啊，针对我们上一次大会决议事项的一个报告。我现在请问大会各位同仁，对于研考会啊的报告有没有不同意见啊？蔡议员，市长不在这了哈，讲起来怪怪怪哈。我来请是咱研考会主委。你拢陆安民政局长也造业了吼，你陆安研究，我只你讲，
这个新闻处有线电视会议审议会大会通过，咱台南市是否要成立？六都内底敢无咱台南市无？啊，研究办理，研究了结果是怎样啊？无结论。您有开过这个会无啦？啊，蔡议员报告，那个涉及到，因为 NCC 它，我们目前的这个汇率审查的部分是送到 NCC 去做汇率审查，所以我这么针对成立汇率审议委员会，我不讲 NCC 哦，六都跟咱担心无，写了六都，咱会使，咱袂使啦。你唔爱讲管，我听我妈哩，啊无垄断性的呢？啊，蔡议员报告，因为这过去咱伫迄个合并升格之后。咱的汇率审查的部分就没有在中，咱台南市进行成立这个委员会。对啊，我要提案大会通过，要跟恁成立汇率审议委员会六组，跟咱台南市无，你们讲我听，看卖什么原因？跟研究研究，是不是研究八档呢？我今天只就应该是讲，咱过去合并升格完之后，咱就是把这个汇率审查的部分是交由 NCC 来决议了哈。你去各做新查，议员提案都成立，大会个通过要跟您成立，啊，你不爱成立，什么原因？你莫讲。伊即卖嘛不是讲不爱成立，即卖就讲市政府的部分针对议员提出的意见吼，其实拢有咧研议。主任，进偌清的接近六档啊啦，吼啊，大多拢有咱无呢？我咧啊，你是怎？咱是安怎啦？我咧问你原因，啊，你莫讲，你研究，你莫研究，我一个有结论，是有线电视咱市长给民调无？唔敢得罪因，还是六多人拢安怎啊？咱袂使，啊！你咪讲完听我咩哩？应该是等伫即个新闻处的部分吼，是不是要成立这个汇率审查的这个委员会？因应该有在研究啦。啊，要研究过偌久啦？进第六档啊呢？是安怎？还是爱讲？即有线电视叫咱市长啥拢做好呢啦？你这位新闻处长，啊，不然都咱其他无？你讲我听。蔡远，因为新查汇率的部分吼。咱无讲新南威力，你卖把这个主题偏离。有线电视会议审议委员会代志做足济，唔是干那讲介绍偌济啦。当然是。啊，六我甲你问六都有咱台南市无？你讲我听，我咪阿你好啊。伊即卖应该唔是讲六都干那台南市无？咱合并升格完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县市，他把汇率审查的部分都交给 NCC 啦。议员通过你研究办理，你甲我讲研究安怎？对，当然是啊，因为议员的提议。我已经市政府内底应该有咧跟有开过会无啦？你甲我讲嘛，有开过会无啦？你有参与开会无啦？因为延长十秒，我们议长无人讲，我继续讲啊！什么延长十秒？我要讲研究报告看哪？啊，你让他答复完了，来。好，谢谢。你针对那个蔡议员的问题答复了。因为议员提出的时阵吼，市政府有针对议员的意做一些研议啊，他们也有在开会啦，是。你讲啊啦，你的意思是，参与开会我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有在针对汇率审查的部分，是不是要放在台南市政府，还是放在 NCC 那边继续审议我们的汇率？这个部分有在研究，但是我无参与迄个会议。啊，无研究了结论，无你研讨会变哪写报告？何议员讲上次结案指引，请你报告。啊，你无咧讲过。因为有的物件是涉及到中央法规的限制啦，吼，因为咱第一期打好。啊，人家过来这干嘛？是有成立，拢有成立，咪涉及到中央法规，人家拢有咱无啊。所以，我们甲议员报告是讲，我们市政府有针对这个议员非常重视的案件，市政府交有线电视瓜葛不清哦。然后，议员非常在意的这个汇率审查的部分，拢有在研究。啊，已经卖结论也出来，所以我无法度甲议员报告。今仔时间的关系，我也不爱跟你拖足久啦，吼。你若安尼讲，我会当做结论，就是恁交有线电视安尼袂歹哦。迄个有线电视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议员的误解啦。汇率审查的部分，啊，无你就成立了，我也袂要求你讲审各方面的经营状况啊。汇率审查的部分，其实伫 NCC 应该是更为严格，不是像议员所讲的说交给 NCC 审查，就是台南市政府放水，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啊，无你去甲我成立好啊，无啥物关系，你甲我成立啊。啊，我甲你讲，应该是市政府即卖有咧研究，讲要安怎成立。啊，我咧讲，我讲要研究几档啦，是要研究八档。你啊，甲明姐，你甲我讲，佮偌成着上任已经不爱成立，安尼我就不爱去讲啊啦。啊，你都唔讲啊，你甲应付应付啊，研究，你研究偌久啦？合并升格之后，其实佮足侪关系，拢是交 NCC 去做汇率审查。我咧甲你讲，直辖市六都内底个，纯咱台南市无。啊，你尔啊，你去交啊，那个金重是这个议案，其实市政府已经有在研究，是。
你们鸡同鸭讲啊，蔡议员他建议说，这个汇率的审查依你们研考会单位的意见呢、啊，能不能给市长啊或市政会议正式提案呢、啊？你只回答你的分内的部分就好，因为市长也不在，你们在这边吵这个也没有意义。你愿不愿意针对蔡议员的要求，把这个第四台的一个汇率问题啊，正式建议给这个你们市府会议来参考？谢谢议长哈，因为刚刚那个议员的问题来的，我已经有在研究啊，所以表示讲市长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所以市政府已经有在研究是不是要成立汇率审查的这个案子，都已经有在办理了。我的回答是这样。那个蔡议员，他也没有办法实质的回答了，你等总执行的时候再问呐。好了、嗯，好吧。啊，那新闻处我刚准备一下，看资料了，你裁决一下。新闻处的工作报告要将爱将这几档。研究的报告，也是讲执行的情形状况，上个台会知影嘛？好，那个本席就裁决一下那个新闻处啊。根据蔡委员今天的一个询问啊，针对研考会对于大会议决的这个工作执行报告里面，对于第四台汇率啊的一个问题啊，请新闻处准备相关的资料。啊，给我们每一位议员，好不好？在总质询的时候当问政的参考。好，这个是我们的决议啦，好不好？好，谢谢。如果赵主任意见没有进一步的意见呢，我们就通过。好，接着我们继续进行报告事项。啊，现在请赈灾款使用监督小组。啊，这个召集人是蔡议会蔡议员哦，请他做这个小组的专案报告。蔡议员，请。正在小组专案报告大约说明，第一个，本这个小组是根据咱大会通过，原则上。要开的时间都拄着咱二月开大会，所以无法多一礼拜开一届。原则上会照看状况制定，才来开。第二，因为这个赈灾款的讨论是拢善款安怎运作，无交灾祸重建小组咧开会，的功效不彰。根据大会迄日开会小组的意见，希望会当。合并来召开。第三，就是作为议员上重视的，这个赈灾款应该要专款专用，要落实实际上照顾咱受灾户的原则。所以，有关这个土地意外的调查费用，应该由市府，也是由中央来补助，袂当用伫赈灾款这个款项来使用。第四，市政府会决议三个月才要公布一届赈灾款的流向。这个小组认为，安尼效率不彰，无法满足这个灾民的需要，所以希望咱市政府会当这个专案小组会当适时的时间公布这个赈灾款项。和大家，百姓交议员知影，报告完毕。好，谢谢赈灾款使用监督小组召集委员蔡议辉议员的一个报告啊。我想，针对这个赈灾款现款四十亿的使用吼，啊，经过咱本会啊。这个赈灾款使用监督小组几届会议啊，实际上做出的建议啊，啊，咱市府啊嘛真认真啦、啊，啊在听啦、啊，都啊市长都啊嘛有讲哦，相关的异化探测以及啊相关的费用啊，拢袂用现款来支付啦吼、哦。那我们也责成我们这个小组啊啊继续发挥功能哦，务必啊这个监督40亿的一个善款。全部用在灾民的身上啊！这是咱台南市
这个2206受灾后大家共同的期待啦哈。啊，这个小组的成员大家也辛苦了哈。那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前呢，刚刚因为本席有做成一个决议啊，就请新闻处啊，要把这个我们大会所通过的这个要成立这个请市府成立这个第四台的汇率审议委员会啊，这个相关的资料送给本会各位同仁。那针对我们大会这个无异议通过的这样一个案件啊，研考会的一个今天的报告是说研究，那事实上研究这样的一个字眼啊，过于模糊了。刚才一位议员已经提出咨询，我们希望这个本于监督的立场，大会通过的提案，研考会在市政会议这个讨论相关提案的时候，要不你们有自爱难行，你必须要说明，否则我们希望必须要有一个确切的执行的一个期限哦，而不是光是用研究来做回应，尤其是我们大会所通过的一个提案哦，以上做报告。那如果我们赈灾这个专款使用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报大会。今天我们感谢赖市长、陈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首长我们新闻媒体你是小姐先生以及本会各位同仁大家的辛苦。我们会议进行到现在已经将近12点，我们今天的议程这个全部就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会，散会。